我咧食羚羊小五，就烂，就蛋。你看我被蚊子叮啊！母鸡，呜呜呜呜呜呜！对啊，回来了。好人印记梅阿伯丁瑞，然后我觉得哦，居然是丁那个地方吗？对啊，而且这里还有，然后还有这里，超多了。我觉得我家蚊子真的超可恶的，因为它是那什么白天的时候都不会出现，然后等我睡着啊，不是开灯，等我对就是完全没意识的时候，在 sleeping 的时候就会过来，然后叮很多包，然后就会不见，消失不见，真的很讨人念。躲起来的完善，对呀、啊，真的是吼，蓝调人，好久不见，康复北极熊，哈利当，台东羊 ，Sam Two Two， 真男人，看起来跟握手会那一次是同一只，对，对，是真的是手指最难受，我跟你说，脚趾头还有，那都是就是钉那种关节呀、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很痛，不止痒，就是很痛。这两天太阳好晒哦，有晒黑吗？我觉得哈，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刚来台湾，就觉得我想要晒黑，然后想要健康的肤色。结果呢，我就错了，我就真的是大错特错。我觉得就是台湾的紫外线哈，不能小看哦。所以我就是第一年晒黑的部分，就是现在有斑了。你看这个也是啊，这个超明显的一个斑，白光，谢谢。对，没意识的时候 ，keyword 都用在大黑的时候，蚊子让开，让我来大雾。刚才还会痛，对呀、啊。蚯蚓，目の下光ってるね、そう。キラキラ。白光。我上一个礼拜的手指节两色，你说就是反过来就会是白的，对不对？真的错了，台湾的脸阴天都要防晒。对呀、啊，真的。晚餐。也不到晚餐吧，就中午晚餐。我今天好神奇的一天哦，因为我今天12点去诊所保养一下，然后后来就因为我今天没喝的、哦、有铁观音茶，无糖伪冰，有喝的呀。天气这么热，怎么可能不喝茶？对不对？对呀、啊，直接两个事件。我今天去诊所保养一下，然后这个品牌没有看，我也没有看过，就在公馆。然后我就那个标记雅琪嘛，然后我以为他在拍戏，然后我就因为他那个诊所是雅琪介绍的，所以我就 tag 一下，就是标记一下雅琪，说感谢你介绍这样。嗨，加速库里斯林 MJ 谁小时候跟大家要小心冷气房出入入会感冒。对啊，雅琪介绍的好。对啊，我来讲谢谢你的缘分。然后他就回我说，哎，你现在在哪？我就说现在刚上捷运要回家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也拍完戏了，你要不要去公馆逛逛？我说他、啊、现在嘛，我6点要开直播，他就说速逛街，然后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刚刚去台电大楼，然后逛街回来。麻油饭们都会想要去踩点呢，你说这个吗？还是诊所？哈利桑，谢谢你的花枝什么的，花枝金穗。那你有看到呢？你说帝国，我买了一件连身裙，很好看，脸比较亮是错觉吗？有诶、欸，我觉得有亮，皮肤很好。原来是突然的邀约，对啊，超级突然。而且雅琪每次都是这样，超级突然。他说啊，马友傻，你在哪？然后就说我在家。他说我现在去过去找你之类的，超级突然。麦玉涵，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み，こんばんみだよ。期待马友的照片啊，我今天拍了。因为小五说抄完雅琪跟马友的 reels， 然后就好啊，然后就马上跟雅琪说，哎、欸，我的粉丝说抄完我跟你的 reels， 他就说好啊，马上拍啊，然后就拍了。
礼拜六子龙远山有表演呢，抱歉了麦。哈，是哦，礼拜六是后天吗？真的、哦？还是我去看一下？我去捧场一下。礼拜六，哎、欸，好像可以去耶，要吗？要去吗？远山虽然有一段距离啦。期待买啊什么什么东西？期待啊，新しいかば、楽しみ楽しみ。你要直播呢？是晚上六点啊？他不是中午哦。礼拜六马友有空哎。哦，对啊，这个礼拜的礼拜六是只有我直播，我记得。还有我去看一下，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有可能会有培训，不确定。可能可能安安安，阿里琼。新营 ，Derek， 印象三四点，有点晚了，真的。礼拜六是六点开直播，焼き芋食べてる。阿比，谢谢你的吻手礼，谢谢小欧的缘分相遇。焼き芋食べてます。今日は朝からエステに行ってきまして、でヤチーさんにそのエステ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んだけど、そこの階段。でヤチさんが今どこにいるのって言うから、あれドラマ撮ってるんだね、ヤチさんはね。でヤチさんにドラマ撮ってないのって言ったら、さっき撮り終わったよって言ったから、じゃあ今からあのショッピングしに行くって言って、ショッピングしに行ってきたの。ご飯に買いに行く、バイ、オッケー、待ってる。阿北、谢谢你的一封信。水晶四叶草、谢谢你阿北。这是谁？乌奴啊。匿名者、匿名者 ，Hello， 阿北，这个谢谢你的项链，这个灯要不要换掉？为什么？我蛮喜欢这个，就是不要懂为什么，为什么不要等你啊？小树害我咬到嘴唇了啦，好痛，咬到嘴巴了，很痛哦。好意。好好笑。马友的女仆装有洗出来吗？ So this net 要用到？不是，为什么 So this net 要用到？哦，没有啊，第一集跟第二集不会有我。嗯，因为刚好我在休息的时候拍的，所以我第一集第二集不会有我，但是希望之后会有我。也只能这样说了。对，嗯，希望之后会有我。痛いの飛んでけ、飛んでいかない。我不对，我错啊，是华山哦，那不错啊，哎呀，我蛮想去看了耶。林怎么念？对不起，不是，跟我什么事？咬到嘴唇，你看你会多，这个有没有破洞啊？小时候你要怎么办？对啊，要怎么办？今天大家都在讨论有没有马友，今天还以为海听。听错，以为有马友的声音哦，没有哎，抱歉。就第一集、第二集不会有我，应该是新的主持人吧？有吗？没有我。一笔都是当啊，さかむけでございますね。你的中指怎么了？我的中指，我的中指，哎，那个さかむけってなんていうの？小兽，开灯，不是，我没有叫你开灯。小兽さかむけってなんていうの？坂向けしたの。就是那个这里就是指甲旁边不是会有一条一条的那个皮肤吗？然后它会就是肉刺吗？对，然后我就撕掉了啊，为什么？开灯。对，坂向けって何？坂向けって何？坂向けってなんていうの？你去撕哦，对，就是那个，就是一条那个，我现在没有，就是这里会有一条嘛，然后那个刺，然后就把它撕掉了之后就出血了，所以我就对，哈哈哈哈，笑死我，常常这样，对吗？对，不要对我比中指啦，会很心动哎，指甲旁边一条一条的就叫做鱿鱼丝币嘞。最好是叫做肉，那个有点是上面说的，对，叫做肉刺哦，肉刺。那它的日文叫做サカムケ，为什么是サカムケ呢？它就是应该是ムク，就是
撕掉的意思，然后 saga 就是逆的意思，就是从逆向撕掉的意思吧，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应该吧，感觉就是逆向撕掉，每一段才可怕。啊，鱿鱼丝不是这样子来的吗？对，然后越拔越深，对，超痛。你去看看，真的啦，鲜鲜甜甜的。屁啦！我的口水都是呢，呢，我说说，变态哦，超好笑，我是说。翻訳ソフトでは坂向け無理だった。あ、肉刺っていうみたい。お肉の刺身だって。お肉が刺さってるって。肉に刺さる。お肉の刺身で坂向けだって。Rex 阿全 AD。可是我想事情的时候会撕那个哎，对吗？就是就会觉得有点很烦啦、啊，那个词存在真的是很烦，就是摸一摸就会有那个刺刺的感觉。所以就哎，那你今度是翻訳の見積もり書渡すって？やだよ、やめて。なんでそんなにケチケチしないで？マヨ乱翻、什么哇刺身米？你就是没吃过才会不相信啊。你没有看过鱿鱼丝的制作吗？工厂都是一哦，好恶心哦 ，No, it's disgusting。很烦，然后很无聊的时候就会把它撕掉，然后就流血。对啊，超好笑。身上没指导指甲刀就会想搞事，对，真的。哎呦，按下个那个嘿，好好笑。哎呦，不敢吃鱿鱼丝，不要这样，鱿鱼丝很好吃。你有看鱿鱼丝那个吗？那个我在同学来了，就是介绍了一个。跟井加特酱，跟井加特制酱，有看到吗？是日式酱油加日式美乃滋加一点点一味粉，然后鱿鱼丝沾着吃，哦，太好吃了！嗨嗨，小野梦太有画面了，那一堆的是你有啊，真的有画面，哎、欸，那不要嘞！此时我的手被我撕到流血，真假的？现在吗？蛮喜欢吃鱿鱼丝吗？还是香鱼香哦？鳕鱼，我喜欢吃鱿鱼干，就是很硬，然后很粗那种，就是鱿鱼那怎么鱿鱼干呐、啊？鱿鱼干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对，你要看吗？拍给你看。不要不要，请问一位粉是这个偶像只有一位粉丝啊？一位粉不是不是，也太可怜了吧？一位粉是一位粉。不是粉丝的粉吧？啊，是吗？那是粉丝的粉，没错。一吉米，一吉米，一味粉，七味粉，香料。每吃一条鱿鱼丝，就会一个小偶像一样啊，恐怖哦！你不要这样子，肉干哦，很耐咬的，对对对对，很耐咬的那种。あたりめ、あ、そう、あたりめのこと。スルメが好き。私はスルメ大好きおばさんです。七味粉。好可怜哦！别这样，好不好？我要干多吧，至少不是现在看到的，不是只有七位，那就好了。新一季，新一，好久不见，嗨！博成、吴氏、小八七，那是什么？高尔 T，Hello，Hello。え、もたれしない程度に、そうだね。でも最近めっちゃね、健康だから。いつも鶏のささみ、トマト。ちくわ、きゅうり、ディーコはこれさつまいも、卵にキウイ、ヨーグルト、はあ、健康。はいはいはい。真的假的？还在上班六点呢，不是五点多就要下班吗？一位粉是哪一位？你知道吗？七位是哪七位？最近ね、そう納豆入って、納豆高いの値上がりしたの、本当やだ。最近納豆涨价了哎、欸，怎么会？之前我买都是84块差不多，现在要那个104块哎、欸，太贵了吧？你们要不要送我納豆？
那你其实没有很久，我们半年前在生日会，哎、欸，半年前很久哎、欸，我吧，我公司麻油饭啊，你公司麻油饭了吗？哎呦，好棒哦，好贵哦，对呀、啊，你说薏仁纳豆吗？感觉很好吃，纳豆哥吗？很好吃，哈，那有依依姐呢？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五点才上班哦。那当然了，还有很心疼你耶，超好笑，小野木什么涨价了，我才想要买来吃吃看的说打五对呀、啊，纳豆哥先不要吧，纳豆吃起来可以改吃土豆啊，土豆炸开芋呢，炸开芋是好吃的呀，然后我觉得卷炸那个马铃薯没有到很好吃，它没有什么味道哎，有人喜欢吃吗？奇味。戚薇没有，我只是想叫你，对不起。一味粉的一味真的是单纯偷盖的是辣椒粉，就一味哦。台湾土豆是花生哦，对耶，花生是花生，我喜欢吃花生呢、啊。我是落花生，不是马铃薯。好，我自己拍写。不喜欢纳豆的味道，哎呦，不行不行，我超爱吃纳豆的。也是哦，超级喜欢吃地瓜的屁股，有人也是跟我一样吗？这个就是地瓜的屁股，我超喜欢这个硬硬的，就是硬硬软软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好吃，不觉得吗？好像一个饼干。瞬间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你第一块的屁股啊，不然它叫什么？原来没有喜欢各种屁屁。鸡屁股我倒是还好。但是它会碾牙，所以。就有点但又黏住了，黏在我的牙齿怎么办？黏在我的牙齿了，说不定那是哎什么，你怎么知道那是屁股？说不定是人家的头哦，也是哎、欸。鸡屁股没有理，鸡屁股我也会吃啊，但是没有到很好吃。没有，才不可能！你看我的文章还有，优格本来是想要在今天早上吃，但我今天早上睡过头了，所以就是赶着出门，然后没有吃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想要去。我就想要去能量小姐吃点东西，结果雅琪就来找我了，所以呢，雅琪害我没有吃到东西啦，怪人，怪他，所以刚买了地瓜跟奇异果，还有个，所以这是第一餐，算是吧。私も毎日ヨーグルトは欠かせない。ね、ヨーグルトって美味しいよね。ヨーグルトと納豆考えた人って天才だよね。串烤喜欢鸡皮哦，对，鸡皮超爱。但是你知道鸡皮的热量超级无敌噼里啪啦高吗？因为它是，我以为鸡皮只因为只有皮，所以就是我以为是热量是最低的，结果鸡皮的那个热量是最高的哎，它是比那种普通的那种鸡肉还那个。热量高哎、欸，真的很夸张，它是很不划算的东西，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不喜欢吃鸡皮，因为它是热量高，然后又没有吃饱的感觉。然后虽然是好吃的，但是有一种就是啊不划算那种感觉。你要把皮的油哦，就是它只吃生的皮，就是没有什么热量了，对吗？它是因为用油去炸，
所以它才会有那个高热量的问题，是这样吗？干嘛有口味不合？没有，我真的很喜欢吃鸡皮啦，真的喜欢，但是没办法，谁会吃生鸡皮？没有油脂就不肥不好吃的，吃生的皮好硬派，正骨，谢谢你的萤火虫。可是好吃，对，是好吃的，鸡皮子很好吃啊，是啊，真的很好吃。奇异果加纳都一起吗？哦，这个有点恶心。台湾で食べたヨーグルト美味しかった。え、なんのヨーグルト？准备出门运动，没有，拜拜。好啊，我最近也是有在运动的。亮亮这么多事赚到哦，哎，对耶，就是。反思考就是热量高是赚到，因为就是不用吃其他的了，就是吃鸡皮就有补充今天的热量。哎，对，这样想其实也是蛮划算的东西。嗯，鸡皮瓦萨比感觉很好吃哎。哦，但是烤鸭卷饼吃过皮肉的分离的，蛮厉害，蛮厉害的。你说烤鸭卷饼，然后吃过皮肉分离的，哦哦哦，我懂我懂，蛮厉害的哦。好久没有吃烤鸭哦。嗯，鸡皮鸡屁股都是好油，但是很好吃。对啊，黑甲克，谢谢你的萤火虫，谢谢托摩的萤火虫。なんでヨーグルトか覚えてないけど、ホテルの遊び中にあったやつ。なるほどね。これから毎日鸡皮食べないよ。食べ続けたらもう70キロぐらいになっちゃいそうだよ。どうする？どうします？嗯，烤鸭三只真好吃，烤鸭很好吃啊！怎么办？太好吃了！鸡肝、鸭肝、鹅吗？喜欢吃哪一个鸡吧？我还是喜欢吃鸡，但是鸭肉也不错啊。你知道淡江大学附近哈？我记得忘记它叫什么学府路吗？学府路忘记了，就是，反正淡江大学附近有一个卖鸭肉便当卖的很成功的一家，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淡水的话，就可以去吃看看，那个很好吃。还有椒麻鸡哦，对，椒麻鸡便当，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对，70kg的雷利，可以的，也来，不怕不怕，痛风等着你。我去乌龟啊鸟哦，托利基的可能吃了好多鸡胗肝鸡哦，对对对，很好吃哦。我家鸭子会破口饭，你要来看吗？你家有鸭子啊？淡水太远了，走心的时候才会叫。对我也是。我也是，就是那种，因为我第一次来台北，就是去淡水了。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来过台北，然后就去淡江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种哦，来到了台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心情不好啊，心情低落啊，我就会去河边走走。虽然那边蚊子超多，然后下雨天之前就很臭，但是就是还是会去散散步。然后就是前阵子啊，就是心情不好，然后也会跑去淡水，然后去找资善姐，你们记得吗？资善姐是韩国的那个姐姐，漂亮姐姐。然后资善姐那里有个新的狗狗，新的家人，他叫郭爸，他叫郭爸。然后我去找他们，然后哦哟，超可爱的，就真的很可爱。郭爸是一个贵宾狗，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个麻雀，那时候他叫小突然。资善姐养那个。两个宠物，就是一个是麻雀，一个是贵宾狗。然后麻雀叫做小突然，因为小突然是因为他好像是之前就在哪里的时候，就在台湾啦，台北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个麻雀突然掉下来，然后就是资善姐开始就是照顾他到现在，所以他很亲人，然后他就会停在这里飞过来我的头上啊，肩膀上啊，所以他叫小突然，因为突然掉下来的一个生命。对啊，超美的，智善姐家超级美的。我家现在有鸭子的瓜，突然想到我那个模仿鸭子的那个，好远哦，我怕我迷路，你可以带路吗？可以啊，就淡水真的很棒哎，我这之后真的是如果有办法的话，我就想要开个旅行团啊。等一下哦，
一直网路不稳呢，怎么办？我是不是刚刚卡在一个很丑的画面？我现在就可以先加一。你刚刚有听到吗？我刚刚好像是网路不稳。等一下哦，我打掉那个手机壳。需要这样接哈，拿掉手机壳会应该会好一点，散热一下。等一下哦，有没有拍到很奇怪的东西呀、啊？比如我的脚趾头之类的，有吗？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学长姐，你居然会讲这一句？会呀、啊，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不好意思。哦，对，跟吃优格的画面一定超丑。加油呀，那一家吗？还没有轮到他，早安先动哎、欸，已经太热了啦，都不想穿那一件了。我看到了，你看到我的小指头？我看到你的垃圾桶，屁咧，我的垃圾桶在那里耶。拍到麻薯的男朋友，麻薯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有什么？有一半的被手挡住了，还好没有很丑。当然是台湾人呢。可以了，可以嫁了。好热哦，怎么那么热啊？今天真的是。我刚刚讲到哪里？哦，对，然后就我希望我以后啊，可以就是开个旅行团，就是粉丝旅行团，然后我带你们去玩，就是我去过的地方，然后或是我大学啊，或是去我喜欢吃的皮蛋面店啊之类的，就哦，对啊，就我觉得很开心，我会很开心。怎么样？然后带你们去买衣服，怎么样？我帮你们挑。聊台湾，你这样团费要多少？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一天1000块会太贵吗？一天1000块怎么样？会太贵吗？然后就是限量10个人，限量十个人，然后我今天就可以，当天就可以赚10000块了。划算，我先买一个耶。一件1000很便宜吗？哈，对你们来说的1000好便宜吗？我对我来说的1000好贵哦。哦，今はあのね、あのさっき淡水っていう場所のお話してたんですよ。私の大学があるところ。で、私はさっき夢を語ってたの。あの今後そういうなんか企画とかそのなんでもいいんだけど、あの私のガイド、私がガイドしてみんなでなんかなんていうの、旅あーまたワンルーブウェンね。我觉得是手机太烫了，我觉得是手机太烫了哈，所以我决定要去拿那个手机太烫了，所以多分携帯が熱いのでこの冰块で頑張って冷ましたいけどどうやって冷まそう？どうする？这样，不对，这样子会挡住我。很难呢。这样，どうしよう？啊，好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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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冰哎，怎么办？我不可能一直拿着它啊！我的手真的快冰到不行了。看一下哦，怎么办嘞？可是我这样子，等一下就没有办法喝饮料了。どうしよう。こういう感じ？啊，好冰！哦，真的很冰啊！这样会好一点吗？有吗？有，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就会啪这样子，因为那个冰块融化了就会啪这样，我觉得会很有机会，我觉得是等一下就会啪啪这样，我觉得会哦，会哦，我是预言家。急にオーバーヒート，そう，因为我刚刚是边充电边弄。谢谢奇威的水果鸡尾酒。看一下。
马赛克的 ice bug， 对，看来是没用，还在冷却，所以要等待一下。没用吗？要是平民不要厌我身份，哈？你说，你说什么？仲云，谢谢你的重情玫瑰。我们刚才是没用，真的吗？现在也是吗？有没有冰敷袋压在手机架上面再放手机？现在应该可以。梅ちゃんプロデュースのツアー企画、あ、そう、ツアー企画をしたいの。みんなでツアーをしたいですね。大家，我想要带团，带大家一起去吃，去吃好多好吃的东西。那你们请客，你们请客，请我吃饭。我自曝我是土豆。哎，你们在偷偷玩狼人杀吗？是吗？十个一天一千，真的太便宜，是吗？不是啊，不是十个总共一千块，是你们一个人一千块哦。会不会太贵？会太贵吗？哦，好希望可以做这种企划哦。好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啊！哎，为什么出去玩你会这样？开灯，开灯。开灯，谢谢。不是狼人杀，是压盖杀，报名费而已。各压一个人一千，很便宜，是吗？こう劇場公演チケットをセットに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はやばいでしょ。それだけでも超えちゃってるじゃん、普通に。那去大阪要多少钱？大阪哦，去大阪哦，去大阪也是一样啊，一样啊，一天一千块啊。但是飞机费那些还是要你们一起自己出哦，怎么样？不错吧？大阪好好玩，我好爱，真的吗？把圣诞的聚餐复活比较快。哎，对哈，我们还没有办过圣诞聚餐哎，就是因为那个夏日祭典约会到现在都没有那种。啊，我也想要有那种野餐日耶，想要跟妈妈妈有妈有妈妈道谢要钱吗？说到我妈，我昨天梦到我妈，然后我今天早上居然是哭的耶，我可能真的想念我妈了，觉得我很少很少想念我妈，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会跟我妈讲。报喜不报忧，然后就是通常都不会去想念说啊，我好想回家，我好想见我妈哦什么的。但是我今天梦到我妈，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是湿湿的，就有点吓到。哎，居然吗？居然我有那么想她吗？为什么我的眼睛这里红红的？我不是在哭，我是真的眼睛红红的。那你那帮麻友妈妈道谢要多少？会不会妈妈也在想麻友？有可能。那你可以抱我，抱抱你。有差点的，对呀、啊，差点有差点办的圣诞聚餐，笑死那个直接掰，对呀、啊。哦哟，那你可以多想我们一点，不是？有啊，我要想你们。有啦，我要想你们啦。好好吃哦，吃一口炸优格。你知道吗？已经五月了耶，超快，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怎么那么快？我们可以做成电影的谢幕，然后跑过去都是麻油饭的名字。哦。Kiwi 真的不错吧 ？Kiwi 真的不错、哦，我最喜欢 Kiwi 了。最近五月好快，对呀、啊，好恐怖，真的很恐怖，五月了耶。嗯，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度过好多次的五月，好吗？突然浪漫起来的我，大屁蛋，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开灯，午安。对呀，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啊，そういうことか。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可能会想到我妈了。那就契合 MV 的结尾呀，明けおめ。ノリが良いこと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ノリが良い。原来我在大学混了一年，对呀，哎，报名了没呀？报名了吗？要赶快喽！开灯。この光本当にちょっとダメだな。あの声で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ライトなんですけど、おやすみとか出ていきますとか言っちゃうとあの勝手にあの光が消えちゃうんですよ。頑張ってですか？ありがとう。潜意识提醒麻友母亲节都要到了，对，麻友前辈，快啦，快快快，那个，在半年麻友生日又要到了，对呀、啊，好快呀、啊，不要再提醒我了，我现在几岁？我现在几岁？等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是几岁了，我现在是23吗？还是24？等一下，诶，我是23还是24？诶，是认真的那种，诶，我真的忘记了，诶。1998，1122，23年的11月会是25，所以是24，24耶！我现在是24了，好可怕，快要25了，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不可以到25，我要吐了，我要吐血了，我不要！哎，我是18岁的时候来台湾呢。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要25，我真的不要。没关系，我喜欢姐姐。嗨，老了，真的老了，怎么办？不行，我真的不能这样子下去了。20岁，哎呀，不，怎么的？乖乖乖乖。不过，麻友妈妈回南部，跟南部亲戚一起过母亲节，我留在台北见麻友。哦，那你可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25岁真的不可以，我不能接受我自己25岁了。我现在还是心里是有一种18岁的那种感觉。没关系，我还，是吗？是吗？你还21岁，是吗？是吗？好啦，我年龄跟你换，真的年龄跟我换好不好？那生日会还要过吗？要啊！今年生日会要做什么嘞？搞不好会有四期生是11月的生日，然后我们就可以人多一点。虽然11月本来就蛮多人的。25歳も魅力やないかい？本当？25歲之后时间过得很快哦。不是啊，现在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如果是更快，我真的会哭哦。希望满有25岁什么？哎呦！不要讲了，不要再讲了，好恐怖哦！我要闭着眼睛休息啊，不要看现实。麻友，你想想，过了生日就要25，越来越远了啊、哦！对耶，这是什么逻辑呀、啊？没关系，18加7，对，18加7，不错，可以啦。哎呀！哎呀，我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呢。你比我小1岁而已。啊？你这个观众只有30，永远的18，加不小不知道。我最喜欢姐姐了，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喜欢姐姐型的耶。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哎，要变成成熟的大人了。对啊。可以这样跟麻友讨论年纪，真是哎，对耶，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啊。因为我从18岁来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就是跟大家一起数年龄，数年龄，一起数到现在来，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没有错。对啦，很多事情都要往好的方向思考。对，对，没错，好好笑哦！第一次见到麻友也是25岁的时候，是吗？那你现在几岁？我从17看到看你看到现在，啊，那元気25歳的麻友你哦，哎，好像不错哎，还是我现在就是写一份3年后的自己怎么样？
然后到时候三年过了，我们一起看，还是明年？谢谢明年的自己，怎么样？好啊，好啊，我来啊！谁怕谁？谁怕谁？我现在不怕哦。我来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缝信，信缝，应该是在这吧。等一下哦，你找一下。有了。好啊，来吧。三十年后就三十岁，不想面对。土豆见到吗？有三年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写啊，还写，还我边写面试，同学来了，真的？是吗？真的有吗？真的没有这东西是吗 ？OK， 我要开始写喽。我要写啥嘞？所以是三年后还是一年后？你觉得呢？一年后还是三年后，你们觉得呢？哪一个比较好？我的笔呢？为什么没有正常颜色的笔？一年吧，三年吧，一年太短哦。哪一个？你们剪刀石头布？我不参与这个部分，你们自己决定。等一下，摸摸不要出去。哎呦，没有。好，在这 ，OK。黑色的笔，我选黑色的笔 ，OK。所以呢，一年很像什么？不然中间两年，两年好啊，两年后的我。所以呢，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五月四号，26岁的我，他是直接密小盒子哦。你说同学来了吗？是哦，好诶，那不错啊。5月4号，好啊。Dear two 好了 ，Dear 很奇怪，对自己 Dear two。几岁？所以是26岁的我，26岁。Dear Emma， 2023年，所以是2025年。2025年，5月4号，四号的我。Dear Two， 2025年，有看到吗？5月4号的我。这一段要记下来。そう、今ね、2年後の自分に、3年後の自分に手紙書こうと思ったら、1年がいいよってなって、3年がいいよってなって、みんなが、3年か1年かで討論した結果、2年後の自分に手紙を書くことにしました。海蓮说什么吗？快50歲的我。来啊、大家一起来啊。我打麻友叫我报名啊。对啊、可以啊。真的是确实啊。啊、可以谢谢你的相遇。有看到，看看有什么心里话想要跟60岁的，不是60岁，好恐怖，不是，我说错话了，是26岁，不是60岁，好恐怖。那我们两年后再听麻友写了什么，现在麻友自己写，没有啊，我现在就跟你们讲，怎么样？反正你们两年后也是会忘记我写了什么呀，对不对？怕，真的怕爆，好啊，好。谁的我？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好，我是2023年5月啊，快没水了，怎么办？快没水了啦！的麻友啊，不行，快没水了，糟糕。加高这种笔哈真的很好写，但是你看就快没水了，那我换笔，换一支笔啊！完了，水逆！你不要这样讲，乱讲话，我才不会水逆嘞！
笔一定不会。你就写快没水了，拜拜。你年後のめいちゃんは絶対に変われるように頑張る。変われるように頑張るぞ。自由哦你好有什么？不会水逆，也不会溺水，妈我只会长得很碎，很碎哟。可以把现在的名字写上去，然后两年后只要对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在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哦，好不好？今天麻油不够碎，真的、哦、好。你好，我是2023年5月4日的麻油。过得好吗？好啊，要怎么写？你好，我是2023年5月4日的麻油。最近过得怎么样？好，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过得的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中文课本，然后初学的初阶的，然后要写信。最近过得怎么样？小林，最近过得怎么样？吃饭了吗？嗨，小梅，小美那种，又摸了多少人的 BB？ 没有，可以写期待两年后的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先吃好饭了，拜拜，好的。哦，干嘛自己害羞？对粉丝名字好像蛮有趣的，有点现实。克里斯，谢谢你的掌声鼓励。今天这边天气也很好、哦，超好笑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开心吗？开心吗？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在开直播，直播，哎，直播的播怎么写嘞？直播的播播播，哎，我知道了。直播的播怎么写？哦，对，写错了。开直播，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现在的我在开直播写这封信，嘿，然后不知道两年后还会不会跟弄长住，会吧？弄长刚好要出门吃饭了。那个卡迪卡给的，没有回应我，偷偷听他说说话，好不好啊？终于，因为今天他上班请假了，搞不好可以听到弄长的声音哦。但是他感冒了。那个卡。あ、ゴミ捨ててくれるの？はい、ありがとう。はい。気をつけてね。有吗？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吗？那讲干嘛？对呀、啊，他早上就感冒了，就请假了，感觉怎么他很累啊？有听到哈？为什么？喉咙干干的，这个呢？为什么我有点紧张？有，为什么紧张？为什么会紧张？为什么？最近过得怎么样？开心吗？现在我在开直播写这封信。在开直播写这封信。很难呢、欸，很难对自己写信，很难呢、欸。那种歪你，我不会转告他的，转告给他的。哎、欸，九蛋错过了，九蛋感觉很爱讲这种。你问他 TV 出道几套？哎、欸，对耶，这封信。好啊，这封信 TV。
TV 现在出了什么第几章 ？TV 最近发了第几张单曲呢？第几张单曲呢？我在选吧里面吗？我在选吧里吗？我在选吧里吗？制服好看吗？制服好看吗？好，TV 真哦。有好啊，两年后啊，有七期有了吧？有七期先了吗？有七期先了吗？你那个 TTP 的当什么学过东西？对，我是的。なるほどね。私がってこと？请告诉我这两年的什么乐透号码？公演换新的了吗？应该有吧？有比鲁马还累的舞蹈出现了吗？应该不可能，出道几单，招募到第几期了？对，下了几次选拔？现在的你是不是，旅行团开始报名了吗？应该还没吧，没那么快。麻衣ちゃんバカだよ。え？あ、麻衣ちゃんからよ。やばい、最近ちょっと、もうやばい。麻衣どうしたんだよ。麻衣ちゃんバカだよに見えたよ。やばいよ。有新团开始报名了，王宝罗，嗨，有七期生了吗？你现在有维持？你现在有超过48公斤吗？我现在没有超过48公斤哦，超过。48公斤吗？好好笑，然后写一个猪。小雨长成大树了吗？哈利さんできんだって思ってでしょ？思ってない。是是纪念酒不？你吗？姜伟台人还没吧？应该还没吧？现在有超过48公斤吗？IG 有在好好的经营吗？经营的营怎么写？营 OK， 我知道经营吗？麻油有接到新的通告吗？啊，对，现在的我希望你，现在的我希望你身边有好多麻油饭。现在的你希望，现在的我希望你身边有好多麻油饭，跟他们一起朝着新的目标。加油努力。然后呢，也跟未来麻友说一下现在的自己。现在的我希望你会算数学吧，不然不能离开交流学。还有在同学来的班底嘛，你写国语还是日本的字？当然是国语啊。你也要写一点现在的状况。对，有在交流学会算数学了吗？好夸张哦！努力加油。那努力加油是什么？努力加油。哦，希望你身边有好多麻油饭，跟他们一起朝着新目标加油努力。
然后，我现在有，同学来了，同学来了，NHK ラジオ干什么？我还有什么 ？NHK ラジオ同学来了，还有そうですネット，そうですネット，这些通告，你还在什么？你还在怎么样？还在怎么样啊？我现在有投下来 NHK 垃圾有收的是你的这些通告，你还在维持，还在怎么样？还在什么这些节目里吗？你还在吗？这些通告你还在吗？好了，还在吗？哼，还在当来宾吗？该当主持人了吧？好嚣张哦，好嚣张哦！有没有接到？有没有接到？接到美食哇外景啊，我想做的事情，美食外景节目嘛，有没有接到美食外景节目？好好笑，你想去了哪些节目？有去过了吧？果然还是美食的，在台湾多久？完全会说国语啊！对啊 ，Ken 哥被抓走，然后当上主持人，不可能 ，Ken 哥超厉害的，我永远没办法超过他。有没有接到微剧节目？有没有交到很多新的朋友？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好了，新朋友。这个一定会有啦。有接到的话是48公斤，不远了吧？也是哎、欸，超好笑。我觉得我要提醒自己，新朋友。两年后的自己，记得。保持初心 and right 热情 and 热情，初心跟热情，记得一直感谢身边陪伴我的人，有现在的你，是因为有这些。支持你的人，提醒一下，能够用台语主持一整集的美食节目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呢。渡边麻友吗？我也希望可以见到他，但是没有。有没有去海外演出啊？这样。我现在写到讲，你好，我是2023年5月4号的麻友，最近过得怎么样？开心吗？现在的我在开直播写这一份信。那 TP 最近发几张单曲呢？我在选巴黎吗？制服好看吗？有7期生吗？你现在有超过48公斤吗？希望没有。
IG 有在好好的经营吗？啊，现在我希望你身边有好多麻友饭，跟他们一起朝着新的目标一努力加油。我现在有同学来了 NHK Radio 跟 So This Net 这些通告，你还在吗？有没有接到美食外景节目啊？有没有交的新朋友？两年后的自己记得保持初心跟热情，记得一直感谢身边陪伴我的人。有现在的你是因为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两年后用台语直播，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翻译お願い。啊，2025年5月4日の私へ。こんにちは。私は2023年5月4日のまゆです。最近はどう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開心ですか？え、嬉しい？喜んでますか？楽しいんですか？ハッピーですか？っていう意味ですね。私は今ライブ配信をしながらこの手紙を書いています。TV は最近第何シングルまで出しましたか？私は選抜の中にいますか？制服は可愛いですか？7期生来ましたか？あなたは今48キロを超えてますか？あよ、なんで？階段。インスタグラムはちゃんと更新していますか？ですね、今の私は未来のあなたがあなたのそばにたくさんのマユファンがいてほしいです。そしてそのマユファンの人たちと新しい目標に向かってちゃんと頑張っててほしいです。で、今はトンシェライラ NHK のラジオそうですネットがありますが、あなたは今もこの中にいますか？で、あとは美食、美味しいグルメのロケの、テレビ番組を、なんていうの？受けに出させてもらえてますか？で、新しい友達はできましたか？2年後の私へ、ちゃんと初心を忘れず、初心とパッション、熱情、情熱を忘れず、周りの人に感謝の気持ちも忘れずにいてください。今のあなたがいるのは、今こうやって支持、支援、サポート、応援してくれてる人がいるからです。はい、そんな感じ。太流利了吧？没有啊，也其实没有到流利。ブルカラです。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要认真面对，开心的做你自己，要越来越强哦。什么熊猫眼？我就拉 Hello Plus， 晴天耀武宣扬看直播学日语，你能够个开心的呢 ？So， 你能够开心的呢？洋洋，我现在是写给两年后的自己一份信，然后打倒土豆，为什么？我刚刚加了一句，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要认真面对，开心的做你自己，要越来越强哦。然后呢？对啊，16岁，好恐怖哦。好，哎，好醉，啊醉。对啊，越强哦。然后有时间，要。回去日本见见家人，
见见家人。7月30日307毎日 1% ずつ頑張ったらすごいことができますよ。確かに確かに。记得吗？有有愿望去日本演出？有啊，希望可以到海外演出吧。暑い、無理だ、もう泣けるぜ。暑いよ、なんでこんなに暑いの？暑いよ、暑い。呀，晚安，悄悄。然后嘞，还有什么？马上要去泰国演出吧，我真的很想要参加那个，就是每一年不是有 Asia Festival 吗？然后希望明年或是后年或是三年后会是什么四年后之类的就可以去参加，真的希望可以去参加 Asia Festival。很多事情坚持就会实现，对吧？有些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是坚持，对，持续的做下去，对。哎呀，去泰国演出，有时间要回去日本见见家人、朋友。朋友，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了耶，怎么办？嗯，怎么办？暑い，我真的好热到热到真的很想要写，好热哦！我现在好热，差不多了，对呀，差不多了。自己想要在两年期间加强什么？对呢，我最近应该也不是最近，就是我休息到现在啊，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歌唱能力不够好，然后就突然就有一个，也不是冲动，应该是说有时间我就想要练我的发声练习啊，干嘛的？虽然就是我之前也有在做，但是就是对。就是再开始练习那些基础的东西，然后就是真的有在练，就是看着影片啊，就这样，所以就是每天都发声，然后就做棒式，就是边做棒式边唱歌之类的，就是希望我两年后的我那个歌唱的部分有进步。我觉得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是完全不会唱歌的，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很有成长的，你知道吗？可能就是跟其他人比较的话，可能还弱了很多，但是跟之前的我比较的话，我是真的有差，就是之前是因为我。好像国中高中的时候啊，为什么开灯？国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妈我姐姐一起去唱歌，然后那时候就被说你唱歌也太难听了吧，然后就失去了非常多的自信哦。这个好像没有跟你们讲过，反正就是后来就没有到很喜欢唱歌，应该是说喜欢唱歌，但是我是觉得哦，我自己唱歌那么难听，就不要唱好了的那一种。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练习到。我对对对对，那时候唱了什么歌没有记得，只是就是在 KTV 里面就是开心的唱歌，就这样。然后就是我可能也是自尊心高，然后就是那个自尊心直接变啪，然后就没了。然后就后来就不太想唱歌。然后后来就是，但是我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自信，所以就不选择不想要唱歌这样。然后。后来就练习了之后发现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虽然就是也没有什么自信，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怎么讲厉害，但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进步，我有感受到我自己的进步。对，其实从三单到现在来看进步真的很多，那时候唱我没记得，那现在可以慢慢唱给马友反听，建立自信。对，所以前阵子有在直播唱歌，其实也是蛮开心的事情。但是现在网络有一点
对，就是不稳，这样不方便那个播音乐。开灯，气噗噗 candy， hello 伟卢，但是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好，更好，越来越好，更好，对呀、啊。然后最近还在做什么呢？嗯，有一些新的目标啦，就是，就是。虽然也是慢慢来的，但是希望可以挑战其他新的事情，尝试别的事情。对啊，尝试别的舞风啊，或是尝试别的曲风啊，或是尝试点就是我可能不擅长的东西。对，腹肌有变明显了吗？超级有啊，涨涨涨涨！对啊。尝试双马尾，这个我先不要啦，这个我先不要。TP 一宣推 ，Hello， 매일아침일어나서 自分の2年も頑張ります。頑張ろう一緒に。2年後の私がと皆さんがもっともっといい自分になれてますように。还有多穿一点双马尾在乎，真的不一样。双马尾，怎么记得没有说过要给我们看看什么？看双马尾，不可能吧？不可能吧？腹肌啊、哦，你说腹肌好啊？那现在不太方便，因为我刚吃饱。借口一大堆，没关系，下次吧。滑鼠，嗨，乐乐，腹肌麻油 2.0， 对呀、啊，没事，时间很多，对呀、啊，没有急哟、哦。嘿，滑鼠 ，hello， 我去同学来了，有看，哎，有穿马尾看吗？我不要看好了，那个。新野人，腹肌双马尾，新野人 ，Hello， 问两年后的自己双马尾绑过了吗？应该有吧，我都忘了改时间了。对啊，我改时间了，抱歉。可是感觉录影很安静，我无法。录影会很安静吗？不会啊，很欢乐。晩ご飯なのね、了解でございます。除了双马尾，还想要看高双。好啊，以后吧，再说吧。再说了。哦，我最近想要那个学 Lisa 跟太阳的那一支舞，你们知道吗？想学。因为我看了雅琪跟小胖有跳那一支舞蹈，然后就哎，我应该也要跳，应该要跳，知道，对啊，我想跳。那我同学来了也疑惑吧，再说吧，知道。对啊，想挑战看看那一支舞蹈，很帅耶。现在还可以选高双，之后就是前后双马尾了，真假的？收，对对对对对对，是没错。我今天在捷运上学了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哎，忘记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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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哒哒噔，哒啦啦噔噔啦噔啦哒哒噔，然后哒啦啦噔。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 ，IVE 的 IM， 对对对对对，有有有，找 AK 一起吗？手指怎么了？这个是我在比爱心，因为这是中指，所以我怕你搞错，所以我在比中，没有在比中指，我是在比中指爱心，不要怕，就是那个肉刺撕掉了，就出血。撕下来了，对啊，他们都要醉，那个啊醉，啊醉，牙牙牙醉，对，好人，中指爱心，对，中指爱心，
好，我要把它写完了啦，有时间要回去日本见见家人跟朋友哦。然后呢，好，就这样子。健康，祝你平安健康，祝你健康平安，祝你健健康康，健健康，健健康康，平平平安啊，平平安安，把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了，拜。2023年的我，好了，我跟粉丝的信，我的粉丝那个大家送给我的一些信啊，什么礼物啊，都收在我的一个宝柜里面，宝柜箱里面。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吧，放在那边。对，这个棉袜里有信封吗？有啊，好热哦，怎么会这么热啊？不行，我今天要快受不了了，今天快受不了了。我没有写，我这是个随便的包包，都太随便了。算了，没关系，看不到。人气开下去不行，我要省钱，省钱钱。我昨天也是热到，你看我都流汗了，你看，你看我都流汗了，你看我都流汗了。我昨天也是热到热醒了，但我还是没有开冷气。不行，五月怎么可以开冷气？五月开冷气了，我的那个电费会贵到不行，所以我要撑到六月，撑到六月才可以开冷气。我在餐厅好凉哦，你很讽刺哎，我已经在开了，很抱歉。不行，赚钱没那么难，没那么容易呀，开下去啊。其实呢，我的冷气还有空气就是在这儿，只是我开不下去啊。对不起啊，北极熊。对呀、啊，我已经没穿上衣了，对不起。我真的好热哦，阿 Z， 不行，我不开没办法开听直播啊。赚钱很辛苦，对自己好一点，开吧。不是啊，赚钱很辛苦，对自己好一点，我又要赚钱，然后付电费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恶循环，就是我要付电费，所以我要去工作；我要付电费，所以我就去工作。然后我要去工作，然后我就开冷气，然后开冷气之后，我要去付电费。你看这个恶循环太恐怖了，不要，我不要开冷气。就是一个家里的烤箱的概念，你知道吗？但是我不在的时候，我还是有开那个很大的电风扇给马叔吹，两个哦，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因为我怕他中暑，所以就是开一个那个小的电风扇跟大的电风扇给他吹，还有冰的那个宠物垫，对呀、啊，我超怕他中暑的。但他好像蛮习惯台湾的这个天气，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对呀、啊，居家烤箱，对的，那就搬过来跟我住，不用付电费。猫生吃人比的比人强的比人强，真是比人强。嗯，啊，这。那个垫子真的很凉，我常常趁我家猫咪不在坐上去。对啊，虽然天气好是好事，但是好闷哦。今天有那个吗？下雨吗？感觉有点湿湿的。廉价算是豆豆，不是，但是被蚊子叮啊。哎，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哎，这个吗？不是，哎，这个吗？还是在哪？
他说啊，这个跟这个被蚊子叮。手机也可以想去降温。联系好赚钱很难啊，大家一起加油啊！蚊子出镜，对，话说你的桌布好像很久没更新了哦，对哈，怎么办？那我也没有什么桌布了耶，怎么办？今天美容后买的脸颊太可口了，对吧？我真的觉得我的脸也有差，你看，开灯，我现在是从下面拍哦，你看。没有，有差吗？哦，我的那个头发好乱哦，对不起，有吗？有差吧？今天比较亮。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you do today? 我去错了美容保养。还行。麦克风闷闷的，怪。怪。今天怪吗？雅琪介绍的，对啊，我说麦克风怪怪的吗？是吗？麦克风是不是被压住了？哦，有吗？哦，是不是因为那个呀？是不是因为我的水吗？麦克风在哪？其实我不知道那个 iPhone 的麦克风在哪。啊！啊！完了！那怎么办？我拍电话吧。进水了，怎么办？有吗？好吗？好一点了吗？难怪像在水里的感觉。啊，完了完了，糟糕了糟糕了！因为我的那个，有吗？还是一样？夸张！没有，一样。拿出我最厉害的，哈哈！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あ、どうしよう。あよ、ごめんなさいね。好了，不吹了，不吹了。
再五分钟，有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嘟嘟的，真奇牙的。下次应该就完全好了，室内怎么会？对不起耶，啊，坏了，我是说，那怎么办？真的坏了吗？哎呦，好了，刚刚是用那个嘞，刚刚是用那个。哎呦，有没有保固？没有保固。那姑姑过来了要怎么办呢？哦，不对哦，我用那个耳机是不是好？我用那个蓝牙耳机是不是就没问题啊？一下冰一下热，这手机很行。没有啊，我刚刚是开那个冰封，所以应该还好，还好啦。手机坏了，这样吗？有签名。再五分钟，是啊，再五分钟。手机应该是被冰块水弄到了，对啊，因为不想开冷气，造成手机进水，花更多钱，不可以。而且我的头发也动了，没关系，就这样吧。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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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事的，现在有没事吗？有吗？有没有事呢？每次看到这个真的很可爱，不觉得吗？超可爱的。哦，手机250收也太便宜了吧，就是变小声了，但声音听起来是正常。 OK AM 对啊， AM 省了电费，多了手机费，可惜喝了可没有啊。现在大丈夫了解です。啊，明天也是个早起的一天啊，摆一碗那灯干，好灯干，早起的一天呢，很早呢，加油呢，大家一起加油呢。明天也早起早吧，跟你差不多。干明天，加油！明天就礼拜五了，所以礼拜六就可以去华山听子龙唱歌了。好了啊，真的、啊，回来了，哎，好了，真的、啊，太好了，回来了，我躺着，你加油，下午谢谢你的掌声鼓励，正常了，开心，你认真要去哦，如果我有空，当然会去捧场一下，但是我会穿的好不像我，要不然就是穿超漂亮，要不然就是穿的超级不像我。就像一家参加那个生日会，也不知道认不出来的那一种。林安，谢谢你的掌声鼓励。现任是同事，现任是同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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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穿得像大妈就是玛丽尔，好喜欢你的中指爱心，隐藏在工作人员里耶，对呀、啊，好想玛丽尔怎么样，我都认得出来，好想玛丽尔，好想我想玛丽尔怎么样，我都认得出来，对，好像我有一种味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穿怎样我都对，就是知道我的人好像会认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够不像我吗？麻油的味道，对啊，麻油的味道，一种麻油的味道，包的很像阿姐那样，我是认不出来的。啊，时间不确定哦，时间我不确定哦，好啊，我再问他，我再问他一句。不行了，我很热哦，我差不多要关掉了。好的，那就要关掉咯。给你们看我今天买的洋装，好不好？
今天买的洋装就是长这样，就是长这样。然后这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但是这里有开叉的洋装，不是女仆装，它有点像，我穿上去有点像高中生的泳装，但是它很漂亮，它很漂亮，对，它很漂亮。之后吧，之后拍照给你们看，感觉很有曲线，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变多瘦吗？你看，你看我又变瘦，你看这是我变瘦的证明。因为在瘦，炫耀，我就是要炫耀。没有啦，我其实没有到很瘦，因为它是外国品牌的，所以我穿 M 就是太大了。对呀、啊，超好笑，惊吓，炫耀一波吧。没有啦，真的开玩笑，因为。这是外国品牌，外国品牌本来就是那个，对，请把弄奖的衣服还给他，哎、欸，美国的吗？对呀、啊，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很大，超好笑，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XS 叉 S 是个很开心的事情，但其实是可能叉 S 就是 S 这样子，可以拿去下一下七七，再跟他说实话。其实看出来比去年瘦很多，对啊，瘦很多哎、欸，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差三公斤差不多。美国的 XS 是差台湾的 M 吧？应该是 S 吧，差不多。好的，那我要念版喽，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也陪我，一二三。六七八九十，好，今天的第十名是阿比，谢谢。今天的第九名周一，谢谢。今天的第八名哈利桑尼格多，今天的第七名阿北，谢谢。今天的第六名汤姆，谢谢。今天的第五名黑夹克，谢谢。今天的第四名奥利江，谢谢。今天的第三名钟莹，谢谢。今天的第二名林阳，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齐薇薇，谢谢。我刚来而已耶，真的假的？怎么办呢、啊？我们下次再聊多一点。巧巧，谢谢你的缘分，今天辛苦了，我要马上 po 那个 reels， 所以你们记得帮我分享、按赞、留言，还有什么？差不多，你们可以留很多次言啊，你们可以留很多啊。好啦，可是没有纸了，可是有雅琪，漂亮的雅琪，好不好？好啦，谢谢大家。拜拜，赶快去吃饭，拜拜。拜，赶快去吃饭，拜拜。